干嘛给他在吃草莓啊？同学们冲过去，给打一只草莓。那个小苗落，准备过去打他哥哥。姐姐觉得好危险，再回去，现在还有一只，对，他醉了吗？哈哈哈哈哈，很滑稽耶，公公比较大，好笑哎，头不大一个，你们一家人在这团圆的，好多人了，还有洋葱，有没有人？没事啊，今天没事。哦，对了，哦，那是大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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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救我，救我！我想粉他的粉，晕倒了。我说那个人他，他不知道在干嘛。啊，换，他们都换上小皮了。对，换不上小皮。他在找报告。在找报告。应该是。1987来的，他要走了吗？他要找爸爸，他要去找爸爸。哦，他应该是对。真的很大只哎！爸爸起来！哇！来对打吧，来对打吧！你看，一直后退，一直后退，一直后退。他不会啦。他等下会教他怎么爬啊。谁啊？他的儿子啊。是他的儿子啊。好，很热耶。我们可以看完了吗？你看这个电影好，蛮有趣的。你看弟弟哥哥又在打架。你看弟弟哥哥。好，我家呢。我们要回家呢。他们想要吃晚餐吗？我们要回家了。他们想要下班，他们在等下班。只有一个道怎么可能住这么多人？对啊，走吧，走。好，走吧，走，看很久了。好麻了。对啊，那孩子太久太久了。好好的。啊，你看这个呢，这个你发现很真的，他最近看他不顺眼，看不顺眼嘞，可以。
怎么教他？哎，真的嘞。传下去了，传下去了，传下去了。哎，山洞里还有一只星星耶！是吗？为什么？二代表什么啦？看一下。为什么不能？哦，刺手手哎！啊，好，刺手。